那就不管啦，就直接先来玩。我现在等级19啊，我现在目前最高纪录是就第四名啦。那看能不能就是名次可以在前面一点了，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到第一名，希望有机会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，怎么突然有四个人攻击我？哎呀！哎，我马上被攻击到了。哎呦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明明有踩啊！真是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太多人在攻击我了吧？都把怪物送到我这里来是这样？哎，哦哦哦，怕！哇，太多只了吧！哎、欸，好多人已经死掉了，我才，哦哦，香菇香菇，赶快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！赶快先吃个这个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这也太多只了吧！赶快靠它冲过去！哎、欸，跳不上去！哦！躲进来吃个金币。哎、欸，我时间为什么那么多啊？怎么突然200多秒？我觉得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到的。然后就死了好多人了、哦。啊！差点，差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上面怎么都是那个？害我不能走上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不、哦，还好，还好。嘿。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又回到敌关。哦哦哦，好多，好多，好多怪。我需要香菇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怎么觉得，好搞怪！我再使用一下道具哦，给我一个好一点的啊。这个也不能说它不好了。再用一个道具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运气不好。那个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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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快快！无敌星星，我需要你。那个，很想找一点借口，可是我也想不到。好了，就不太会玩嘛。可是我现在活到蛮后面啊，我应该算厉害了吧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个楼梯太容易中了吧？啊！天哪，等一下我要先吃个道具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有花了，我终于有花了。我怎么喷不到？啊！
啊，不是吧？这样也中，我怎么觉得他的那个马里奥的踩人的判定跟以前不太一样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呸呸呸！呸呸呸！等一下啊！为什么是自己摔死啊？哎呦！啊！我刚才觉得要跳，可是我发现说，哎，我好像没有助跑，赶快拉回来，结果就嗯。哎呀！哦，在这里，我想要怎么踩不到？哇，好多只！我刚才觉得我活蛮久，居然才第十名哦，这有点打击到我。他只能用十字键，就不是用蘑菇头玩的，就有时候我会不小心就按错了。哎、欸，这也太多只了。哦，还好，还好出得来。哎，没道理啊！这一招我以前红白机都用得到啊。好，我想说，我以前做得到，为什么现在做不到？哎，我刚才乱玩都有300秒，为什么现在只剩100多秒？这样我现在是不是很危险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好，要过什么？换到21去好了，感觉会有很多怪。好多花，好多花。我觉得我都不会被害死，我大概就是都是自己摔死。哎呦，真可怕！哎，哎，不是吧？你怎么被踩了之后就马上回头？道具好了，在这边吃无敌星星啊！哦，天哪，我实在是太雷了吧！这个道具运真的是非常不好。哎，没有人害我，哎，那我可以慢慢来。嘿，来到1-1吃那个吃花。
糟糕！哎，为什么我突然拿到很多金币？哎，92秒，这我的时间有点太少了。像等一下加速的话，我又要死了。这边赶快，赶快，可以多快通过就多快通过。但这一关，这一关我真的好容易摔死哦！哇，好怕玩这一关哦。可怕！而且这关都要等那种红色乌龟，哎，有够慢的。啊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我怎么都跳这么低？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还可以啊，你看我都算留得蛮后面的。至少不会太差哦。自己讲。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啊，算了，吃不到，气死我了。哎，不是吧，为什么上面居然也有人？哦，天哪，有一些脏，那是乌贼吧，乌贼在那边浮来浮去。哎呀，赶快先逃到上面来。然后现在这边吃个道具，不要啦，不要无敌心。算了，我们再回到一之一好了。现在会去拿一下。哦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这个时候才给我香菇。喂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还好我有先撞到花。计算内，计算之内。我觉得我活蛮久的啊，但其他人为什么有办法活那么久？他们活更久，而且我的时间算很少，才100多秒。好像都一直在一样的关卡轮回哦，就比较没有跑去比较奇怪的地方。剩几个人啊？哦，有200多秒了哦，我才刚讲完，然后就到奇怪的地方了。嘿嘿嘿，把这些乌贼送给别人。好像没有什么人在攻击我，是不是？啊，
哎，所以我这边没有什么怪。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。我怎么做到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喷不到这只？啊！哈！我觉得我在这边用一下道具好了，反正道具很多。哦，好 ，OK。剩几个人啊？咋还那么多人活着？我的，糟糕，我被困住了啊！哦，吓死我！啊！在这边再吃一下道具。最后了吗？最后了吗？我还剩260秒，天哪！赶快赶快，我就要吃一些酷玩意。烦死了，在那边飞。都没有人攻击我，哎，害我这边怪很少。现在是不能攻击的意思吗？哎，没有啊，看别人还是有在互相伤害啊。所以是我人品比较好，没有人要理我吗？啊，有了有了，有一个攻击我了。其他还有几秒啊，我现在第几名？我现在是不是还是第四？我现在我至少可以拿一次进前三，好不好？好，又回到一分一了。哇哇哇哦！我应该玩得不错吧，我应该玩得不错，一直在向观众确认这个问题。是啊，应该还可以啦，至少不会太差。现在是剩几个人？哦，我现在应该有前三名了，对吧？我希望其他人赶快。为什么有酷霸？这里有话，啊，先不管了，先不管了，利用无敌时间赶快跳过去，然后这边赶快再用一个道具，顺便拿到无敌星星。啊，好吧，哎，这个，啊，神救援。死掉了啊！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啊！第三名，我、哦、跟第二名好像只差一点呢啊！至少有第三名了，至少有第三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
这个游戏一下载完啊，然后我刚开机，然后就进去，就在刚才那边，就是第一只那个怪物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被咬死了。刚下载来的时候了。然后我有 po 一个那个实况的影片嘛，但实况的影片是从第二场开始的，因为我觉得第一场 一出来就死了，太逊了。哎，可恶！哎，不错吧？我这样子是不是从娱乐台要变成技术台了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哎呀，好，人家话还是不要说太满。我很讨厌这一关的，因为实在是很容易摔死。可以的话就赶快通关吧。哎，怎么又这一关啊？差点。我真的很会在这一关摔死哎、欸、啊！画面有一个空格，是这一场只有34人的意思。哦，哎，有人马上死了，有没有？我第一次玩就是那个样子，一进去然后就马上死掉。哎呀！这为什么突然就跑来这里？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哦，没事哦，刚才那个画面出了一点问题哦，回播画面哦，就是不是实况的画面哦，现在这个才是哦。这里太多了。时间根本就没有算对，真是。吃个花就可以加15秒，超赚！哎呀！赶快。道具就在这个时候使用了，太好了、欸！不是吧？哎、欸、啊！哎、欸。